全國在晏晝2:28默哀三分鐘，哀悼四川大地震的死難者。本港很多交通工具鸣笛响号三分钟致哀，特首曾荫权率领全体的公务人员默哀，街头的气氛沉重。地震灾区不时发生余震，引发山泥倾泻。新华社报道，至少有200救援人员被活埋。各位，四川再发生5级以上的余震。新华社报道，在晏昼2:00清川县发生5.4级的余震。日本救援部队原本计划在离震源比较近的曲山镇市中心进行搜救，但由于获到中方的提醒，附近可能有缺堤危险，所以决定取消今日的搜救工作。而截至昨晚的晚上7:00，四川省死亡人数增加到32,173人，目前仍然有超过9,500人被埋，接近30,000人失踪，超过200,000人受伤，估计遇难人数将会超过50,000。在晏昼2:28，全国默哀三分钟，悼念一个礼拜之前在四川大地震罹难的民众。